心在发酵，在热闹的街角，我们用自信舞蹈，跟着我一起跃动步调，烦恼统统抛掉，把梦想尽情燃烧，看快乐在围绕，跃动的心跳，年轻的世界不再单调，脚步如此美妙，音乐的讯号，这一刻你是最美的主角，快乐出发，一起无法自拔，青春无限大出发，勇气无需回答，双手放开吧，出发，啊呀咿哦哦，啊呀咿哦哦，啊呀咿哦哦，哦哦哦哦，啊呀咿哦哦，啊呀咿哦哦，啊呀咿哦哦，其实咱们这次音乐会的主题是未完成的约定，但是哈，我相信在新的一年的开始嘛，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完成这些没有完成的约定以及没有完成的愿望。然后今年我的愿望是希望自己的声乐能够有个更大的突破，然后希望自己身高可以长到1.83米，然后能够天天开心。可以，好，天天开心，天天开心。到我了，我的这个新年愿望呢，就是头发能越来越茂密，然后呢，也希望就是大家能越来越好，越来就是天天开心。对，一定的，一定的。我发量要超过你，绝对要超过你。新的一年，我嘛有两个愿望，第一个呢是顺利度过变声期，然后还有一个是能够长到1.83米。然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肯定好。我的愿望就是呢，还是长到1.8米吧。虽然说去年没有完成，但是今年肯定会完成的，我觉得。可以。很接近了，已经有志气。我的愿望呢，就是在新的一年，我要挑战举起玉寒。确定可以可以，有点难度呀，这个挺有信心，很有梦想。我的愿望呢，就是可以顺利度过变声期，然后不是能轻轻松松唱上去高音，就是有一个比较有磁性的嗓音。磁性愿望成功，磁性的嗓是这样的，可以可以，就这样。我今年的愿望呢，就是我还有今年和我一起中考的朋友们都可以上连招线。一定可以，加油加油加油，肯定可以，肯定可以，肯定可以。我的愿望就是能更加坚强，更加勇敢。你哪脆弱了？你脆弱吗？你脆弱吗？好脆弱吗？有脆弱吗？非常脆弱。我的愿望呢，就是今年多长一点肉，啊，让我的舞蹈架子看起来大一点，不要太难看了。你太瘦了，确实太瘦了，真的太瘦了，多吃点。我的愿望呢，从个人层面来说，我希望我能考上我心仪的学校，然后呢，我还希望我的身高可以直逼雨涵。怎么又是我？然后呢，从大的层面来说，希望我们都能顺利的成长，然后有更大的进步。可以，这个发言很好，可以，发言很好，很棒，这个好。然后我的愿望啊，不多，就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可以长到170啊，或者以上。然后第二个愿望呢，就是看一个完整的世界杯。世界杯，觉得应该这个愿望，这可以多长高点，而且有点难，多长高点，而且可以。我的新年愿望呢，就是我比去年的我自己啊，要成长一些，成熟一些啊，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善啊，改观。
什么样的改善？比如说身高到180以上，哈哈，这只是梦想哈，梦想，有点东西。那么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可以完成自己未完成的约定以及愿望。然后我们今天的音乐会就到此结束了，拜拜，拜拜。